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来看看第一条留言啊，这个留言是老师留的，林老师啊，请报道一下这篇新闻你们的看法。 Salvation Army wants white donor to offer sincere apology for their racism。 救世军要白人捐献者为他们的种族主义诚意道歉，并在其中暗示基督教是机构性的种族歧视者。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就跟那时候那个 George Floyd 的那个时候，然后警察跟黑人下跪的那个地方，然后还有教会带着一群白人没事跟黑人下跪的那个东西一样，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这个样子做好像就是比较有爱心，然后好像比较有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一群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是 Salvation Army 其实是一个组织，然后就是会帮很多的穷人啊服务的组织。我有朋友在那边工作，他是一个白人，然后是个超级无敌大左派，对，然后他不是基督徒、哦、所以说很多基督徒的组织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了，就是他们是会愿意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很 virtuous， 就是我之前讲过 virtue signaling， 到处跟别人讲说哎、欸，我很有道德哦，这个样子的那种感觉。基督教的组织的确是应该要去做善事，因为你不做善事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存在，但是你要不要跟这个不真实的指控去低头，这个是非常非常蠢的一件事情。就像别人指控基督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神，然后呢你在散播假新闻，然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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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耶稣就跪在那个地方说，然后耶稣帮别人洗脚的时候，然后呢这样说，对，我说我自己是神，我自己很不应该。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所以说基督徒不要没事为了没有必要的事情道歉。如果说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的话，如果说你不是个种族歧视的人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要为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道歉，因为那个好像把自己会看起来更像好人一些。对，就很多人这个事儿根本就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就是要硬往上面凑，然后就感觉说好像我这样做之后就觉得我比较 nice， 然后我是一个好人，我是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好人。对，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啊，就是有一种心理，就是做出来给别人看，让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必要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其实只需要在意神的想法。如果你所有做的事情你觉得是为了神的正直，为了公义，然后你是遵守了神的诫命的话，然后神是喜悦的话，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因为人就是会误解你，不管你做得好还是不好，都会有人说你不好，都会面临很多很多来自人的指控。那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不需要我们在意的，我们也并不需要说哦，为了让别人说我好，所以我要刻意的去做一些东西啊。那你像什么基督教啊，说什么是机构性的种族歧视者，这应该蛮多的吧。到现在你看像什么堕胎的也说你们基督教的怎么怎么样，对吧，就说你们凭什么反堕胎呀，你们破坏女性的权益啊，然后像 LGBTQ 那帮人他们也说你们基督教就歧视啊等等等等，所以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指控啊。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迎合他们的那个价值观或者他们的标准，因为他们的标准不是标准，他们的价值观也不是价值观，所以就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说出一些没有任何道理的话，这种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听也不需要理了。没错，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啊，我还看过就是教会，美国这边的那个教会、就是说你看我们要多谦卑，看我们做了多少善事，结果后来被爆料就是他每次在发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发东西给记者，然后叫记者去拍他们，就如果说没有记者的话他们就不做，他们就 cancel 掉、嗯、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发出去的那个什么礼品啊什么东西还会收回来啊，哈，对，就摆个样子嘛。对，然后有些的这种结合是空的，就是基督徒如果你做的事情是给人看的话，对，那你在做的事情就是窃取神的荣耀，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当你像这个 Salvation Army 原本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基督教的组织就是完美的组织，也不是说基督徒就一定是好人，没有这个事。我相信各位在教会里面也都有看过，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去教会然后去服侍过来就怎样怎样，他们是想要别人鼓励他们的，他们是想要别人像是带敬拜哦，不是为了神，对，但是他嘴巴上都是说是为了神，然后他有可能自己就是某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为了神，对，就是因为你会为了这种
东西去辩护嘛，对，然后觉得说我多谦卑啊，你只要敬拜完了之后别人夸你好，就说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就是谦卑之类的。 对，但是其实他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别人的掌声，然后就是别人的鼓励，各方面的，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恶心而且下三滥的一个做法，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在那个地方。Salvation Army 这个组织我没有捐东西给他们过啦，但常常会在什么超市的门口啊看到，有的时候有 Boy Scout， 有的时候 Girl Scout， 有的时候 Salvation Army 也会在那个地方这边摇铃铛，特别是现在圣诞节到了，他们很多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就是你捐出去的东西的话，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不是，你就不要去管说那个组织拿这些钱还有那东西去做什么，就是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就好了。然后他们做什么是他们拿到这笔钱，然后他们要干什么是他们这个组织的事情，所以说不要窃取神的荣耀，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做了什么神都知道了，所以没有必要说真的是为了让人看去做这些东西。对啊，因为说神说做一切的事都像是给神做的，不像是给人做的，有这样的心态你才能够好好的服侍，然后好好的去传福音，然后好好的在工作的场所去做你该做的东西。好，来下一个，第二个留言，百合花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本人以前从来不关心政治，成为美国公民多年也不去投票，我第一次投票是2016年，我投川普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反对堕胎，符合圣经的真理。经过2020年的大选，我学会了分辨，虽然我当时也被骗得挺惨，一路从希望之声的一系列他们的电台节目，到世界公民等他们那一系列的节目，还有猪妹小明等，到最后选择了 AI News 和美国时事通。真的是很感谢你选择了我们哦，因为这样感觉心里好得安慰哦。而且我们昨天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我们从账号的后台嘛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观众都在看什么样类型的影片，就是什么样类型影片，或者是他们搜索什么才找到我们这个频道。那之前呢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失望的结果，比如我们很惊讶的发现有很多人是在 YouTube 上面搜索做爱，然后搜到了 AI News。我不知道为什么、OK?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蛮傻眼的，而且我们也发现我们的观众有很大一部分是看猪妹的、结果昨天惊讶的发现不见了，对，没有了，对，看猪妹的观众没有再来看我们，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没有再去看猪妹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停更了是吗？对，他好像是停更了。有可能是因为他停更了，或者是因为我们最近也掉了很多粉，可能是我们一说他什么的，然后那些人夸夸就掉粉之类的，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的粉丝群里面是没有了。其实很少人去关心政治，因为政治，你说华盛顿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们的关系，生活关系其实不太大。那么不关心政治也是正常的，因为在美国写宪法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希望说每个人都一天到晚追着华盛顿跑，然后每个人就追着那个州长跑，他们希望就是政府小小的什么都不要管，然后呢每个人去每天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不要觉得说不关心政治是个坏事，但是的确是要知道说现在发生的东西是什么，而且现在左派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左派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一定要了解说这些人到底在教导我们小孩什么事情。那么他最后选择了 AI News 跟美国时事通，这个是我们非常骄傲的。罗文他的节目我们也会看，但是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罗文是找大事，对，因为做这个节目其实华人很难知道说我们在说什么，对，因为我们每次讲的东西就是什么哦，这个议员，然后这个什么，但是罗文他讲的话就是说那几个大 Nancy Pelosi、Joe Biden、然后Trump， 然后怎样怎样，就这几个人在那边。对，而且我们会讲一些价值观方面的东西。这样子的节目是比较关于就是华盛顿的新闻之类的。那我们想要做的东西其实是想要改变这个文化，所以我们会想放一些local 的新闻，像说宾州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觉得说这个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很难有机会去改变华盛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社区，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然后真的去在这个文化战争里面尽一份力，就是改变我们自己还有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说
对我来讲，文化战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才会比较 focus 在地方或者小新闻，但是这些议题是重要的，然后议题是要转变的东西。对，反正就是我们是不同类型的新闻频道嘛，那大家都是可以看的。但是就是像什么竹妹啊、小明啊、嗯，就是有很多这种里面真掺假的东西，那种就不需要看了，真的。对呀，嗯，不要浪费自己时间。是啊，对呀。第三个，这个 Stan Su，Stan Su 换头像了耶。对，真的，他现在换了一个，就是都灵果斯部的那个耶稣那个样子。Yeah。耶稣基督当时就在纠正法利赛的政客、嗯、基督徒不效法耶稣基督，难道要效法钉死耶稣的那些法利赛政客吗？哎，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一直都在讲哈，就是很多大家信主的时候去教会不要学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绝对反面的这样一个形象哈。但是这种类型的基督徒多不多？很多，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法利赛人了。那当然我们不能随便给某个人定罪，就是你看他就是法利赛人，但你哪怕尽管不说话，你拿圣经一对比，你看说哎，有些人好像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他们嘴上就会说我们最恨法利赛的那种人，我们千万不能做。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说要真的从一个公正的角度去看自己，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本来以为大家都可以这样，因为其实我很怕我在很多时候就是做的事情得罪神，嗯，你知道吗？我是很怕这个，就是我得罪了神，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还沾沾自喜，所以我经常会去问神呢、啊，然后晚上会认罪悔改，我就问神说，你觉得我哪里做不好？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发现嘛，嗯，因为你知道人的话，一般都会觉得说自己好像还挺不错的，哎，觉得我不错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问神，但我发现好像不是大家都那样做，对，就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以为大家是，但是其实并不是。对啊，而且各位要想想看，就是法利赛人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做某些事情，就跟我们刚刚回答的那个问题一样。哦、对，那他们很多人在教会，像说他们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对，然后或者是巩固自己的牧区，或是怎样，然后什么小组里面你是这个小组的，然后你可不可以来我的小组啊？然后那个人就会不生气，对。就是那个小组长就生气，哎，你怎么抢我的人？然后呢，什么呢？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应该你管的，就是那个人要去哪个小组，其实是那个人的事情。那个小组长你，如果说你特别关心某个人，然后那个人愿意去你的小组，或者是你可能忽略了这个人，然后那个人跑去别的小组的话，那个也是那个人的自由，那个是那个人的选择。就这都还蛮正常的吧？对，然后很多就说什么哦，那个人离开教会了，那个人就是法利赛人，然后那个人是跟随什么什么，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这种东西哈，真的是只有法利赛人在讲的啦，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好像装得有多清高，然后呢，不要好像自己在教会里面有个什么职位，你好像就可以去 order 别人做什么事情。耶稣没有 order 别人做什么事情哦，只有说法利赛人一天到晚就是，哎，你怎样，你为什么不这样？你这怎么？圣经上怎样？耶稣让我们得到自由，耶稣希望我们说我们把自己做好，然后呢，我们自愿的去追随耶稣，然后自愿的去遵守圣经上面的律法。法利赛人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你没有怎样，然后拿圣经骂人。对，所以说各位千万不要当法利赛人，我们要效法的是耶稣，我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像耶稣，就是耶稣不是他周末安息日还去救生命吗？是，对不对？就是 be like Jesus, don't follow them。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不要把时间放在这些东西上面哈，因为大家在教会里面生活就会知道，真的是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怪事都有。那这些事呢，其实都是人搞出来的。说实话，为什么人搞出来这些事？因为真的生命没有被破碎了，就是然后也不愿意去破碎了，说实话。对，所以就是说你说我们那个要效法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很多属灵的前辈哈，真的是多花时间去关心人，去探访，花上时间，花上金钱，然后帮人家去祷告，然后跟大家建立一种好的关系，不需要在那个背后说搞那种事情，那真的是又不荣耀神，完了还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消耗自己的精力。你说你这种乱七八糟的话讲多了，嘴巴不好啊，希望神都能用那个让天使用炭火来烫我们的口，来洁净我们的口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而且说真的，就像我们这个神奇传播在播那个什么夕阳豪杰、爱神州，对，你就会觉得那些人真的就是把生命给出来的，是。然后那些人
不会去批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不会说什么哦，我被压迫，我被中国政府怎样怎样，哎呀，中国人怎样怎样，中国人都不相信我什么，他们永远都是改变自己。我觉得好像中国人跟我有距离，所以说我就改变我自己的穿着，然后来更像中国人，来更亲近中国人，然后呢，跟这样才可以跟中国人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一个态度，而不是说我们就像那些笑他的那个西洋人一样，哈哈哈！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怎么什么什么什么？哦哦，嗯 ，Chinese lover 什么之类的，你就不要 ，Yeah， 所以就是真的是只有一件事哈，生命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只要看着耶稣，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只要放心大胆的去做啊，就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是绝对绝对不会错的。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带来新的一集《夕阳豪杰爱神州》，真的好好看，嗯，然后真的好鼓励，这些人的生命真的好值得去学习。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有没有摆上他们的十万分之一？应该都没有。嗯，我有没有那个，如果我要是他们，我有没有那个勇气离开我自己的国家，到一个当年就是那么穷，然后又各种内乱，然后那个人都是那样子的一个地方去。哦，你现在就从中国到美国来了，也很乱呢、啊。对啊，那这些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摆上真的是要向他们来学习哈。那接下来呢，就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今天这一集新的内容，又是有哪些人可以从耶稣的生命里面鼓励了我们，激励了我们。好，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 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1938年6月，日本侵略中国，步步进逼，很快的就要进入河南开封。城里的老百姓人心惶惶，逃的逃，躲的躲。惨了惨了，日军就要进城来了。上次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这次轮到我们了，我们还能往哪里逃呢？这附近有洋人牧师开的书院，那里可能比较安全吧。对，我们快去，快去，快去！不要怕，大家快进来！快开门，不然我们就开枪了！完了完了，我们死定了！怎么办？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さよなら。日军军官只听了戴永勉的三句滑稽的日语，就笑着转头带着士兵走了。戴永勉以惊人的冷静与幽默，独自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成功地保护了当地上千名妇女，挽救了他们的性命。1939年7月，中日战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戴永勉夫妇被迫退到山东烟台，和老父亲以及在烟台驻读的四个儿女团聚。爸爸，妈妈，妈妈，妈妈，爸妈，我们好想你们哦。现在局势非常危险，为了我们的安全，我想还是先回美国避难吧。船票我已经都买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到美国找表哥表弟玩了。就在他们即将返国的前几天，戴永勉收到一封陕西寄来的信。亲爱的上帝啊，我已经买好船票，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慈爱的上帝啊，您要我留下来，一定有您的意思。我愿意顺服您，留下来与中国人共患难，我明天就去把船票退了。
爸爸，我们拿到船票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回美国了呢？不是的，我们现在要去退票。什么？我们要去退票？你不是要带我们回美国避难吗？昨晚，我祷告了一整夜，确定上帝要我们留下来，与中国人一起共患难。可是现在这里很危险呢。不用担心，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的。我要退票。你真的要退票吗？是的。现在能逃的都逃了，你这样做未免太傻了吧。戴永勉和妻子戴永和在战乱中进入陕西省，一边开办圣经学院，一边救济灾民。他们时常写信给孩子们，知道孩子们都平安就感到安慰。但若许久没有收到孩子的消息，戴永和就非常担心。今天的报纸，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宣布参战。主啊，救救我的孩子！主啊，求你救救他们！永和，你为什么哭呢？你关心神的事，神也必关心你的事。神呢？这样，少人、爱美、爱莲和少曾都由您照顾了，我相信你会保护他们的。在戴永和心中，一股深深的平安取代了悲痛。虽然不知道儿女们是死是活，但他相信全家人一定会再相聚。于是他更专心地与丈夫一起在陕西服务中国人。戴永勉是戴德生牧师的孙子，戴存仁牧师的儿子，戴少曾牧师的父亲。1894年出生于苏格兰，八个月大时随父母来到中国。1924年，他与戴永和结婚。1926年，受巡礼会差派前往开封服务，担任开封圣经学院院长。1938年6月，日军攻占开封时，戴永勉夫妇因在开封宋门关保护了1000多名妇女，因此受到日军逼迫。于是夫妇二人来到烟台与家人团聚，并买好船票，准备回美国。就在此时，中国大西北的呼声铃铛，他们决定退去船票，进入更深的内地，与中国百姓共患难。1942年3月，戴家的四个孩子和爷爷戴存仁被关进潍县集中营。1945年8月17日，他们重获自由。9月11日，全家在陕西西北圣经学院团聚，神的信实就在此向他们显明了。